大家好，这里是顺源文化丙分国学讲堂，我是王丙分。我的讲课风格呢，就是只讲干货，不说废话。这节课呢，我们还是来讲一下这个八字啊。上节课讲它的用神，就是火土是用神，忌神就是金水啊。那么影响它的一个富贵层次的，第一个就是年月柱都是忌神，代表它的出生家庭出生早年都不好，然后前两波流年大运也不好啊。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它的日柱跟时柱啊，日柱跟时柱。啊，虽然是用神，咱们也讲过了，啊，会不会就比较好呢？啊，是不是中晚年会比较好呢？实际上也比较惨淡，比较一般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首先来说，咱们曾经讲过，啊，这是一个食神之煞，啊，我也讲过，七煞对于用神的时候最好要被克一下，啊，才能够为我所用。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？那条件是这个七煞很旺，比如说是丙午柱，啊，火很旺，那么需要被克一下。那么这个八字是不是的，实际上来说这个火是很弱的啊。虽然说有一个寅戌拱这个丙火啊，但是来说它的本质上是它都在戌土上，都在木库上，都在木库上就入木了啊，入木就很弱了，而且尘土也就泄火它啊。尘土子尘半和水，这个尘土还能够会火，所以说丙火很弱，而且本身就很弱，而且他就食神去治，治了他两次。我们说凡事都有一个度啊，叫过犹不及。一个食神来治他，我们可以认为是食神之煞，是代表有领导能力啊，有很强的抗压能力。但是治两次，那就这个人就代表这个人目中无人，以下犯上，甚至违法乱纪之相。而且看一个富贵层次的话，也要看阴阳啊，从阴阳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水为阴是吧，水为阴，火为阳。如果这个阴为忌神，伤了阳所代表的用神，叫阴伤阳啊，再加上本身又是身弱的话啊，这种情况容易有这种伤病灾啊，比如说伤灾生病，甚至还有牢狱之灾。这个八字实际上是多过牢，很简单，你本身就是阴伤阳了嘛，同时又食神之煞，七煞代表权力，代表管束他的力量啊，代表社会的道德法律，那么他食神克一次再克一次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目中无人啊，违法乱纪之相。现在这个人就因为违法乱纪已经坐过一次牢了啊，所以说并不好。然后再从独身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上节课讲过，就是日主跟时主是天克地冲呀，就是天克地冲，就是一种冲撞之相，冲动一冲之后，这种富贵之气就可以说给冲没了。而且辰戌一冲，戌土里面本身还有点丁火，还有个火气了，一冲之后这个火气就全没了，就冲没了，并不好啊。另外呢，你可以从神煞的角度来看，神煞角度看，这个庚辰呢是一个魁罡啊，咱们叫魁罡，魁罡的人心性比较刚强啊，但是忌冲，知道吧，魁罡遇冲啊，叫肆无忌惮之人啊。因为魁罡心性刚强，地支又冲，内心的压力大，矛盾多，这个人做事就容易不管不顾啊，容易肆意妄为啊。有句话叫多冲定是小人身嘛啊，天克地冲，那这个人本身就不好。另外日柱除了是魁罡，还是十恶大败日，十恶大败日也是诸事不顺啊，做事也不好。而且呢，这个八字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富贵层次。也就是说富贵层次呢，咱们讲了第一个要看阴阳啊，阴阳这个八字年月柱可以都认为是阴啊。有人说这个阴木不是阳吗，少阳吗啊，我之前也讲过啊，就是这个木虽然是少阳，但是它里面的阴气很重，而且它被水包围了之后，它就表现出阴的特征来。就比如说你去一个树林子里面，这个树林里面有一条河，水很旺，你这里面就会觉得阴气逼人，就是阴气很重，所以说就是阴旺伤阳，那么就不好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就要看年月柱，如果都是忌神盘踞也不好啊。再就是唯一的用，如果有用神然后被冲克了，被克了也不好。那么总体来看啊，得要结合这个独相的角度，比如说天克地冲啊，从神煞的角度啊，比如说魁罡被冲了等等，来总体来看这个八字是否有富贵层次，当然也要结合流年大运，特别是前面的几部大运
如果很差，代表自己也没有什么本事，自己所受的教育也不好，可能早早走上社会了啊。所以说整体看一个八字是否好与坏，要结合的问题还是很多的，当然也要看整个八字表现出来这个人的心性啊，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采取什么的措施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啊，面对社会的这种道德的约束他是遵从还是违反，来看一下这个八字它的富贵贫贱层次。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